着你，谁又曾相信前世今生不了情。太好了，朕的后宫真是精彩之极呀，什么乱七八糟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够发生。你们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就不怕掉脑袋吗？皇上息怒，罪人罪该万死，罪人追悔莫及啊皇上。雅琪，你如今知道了简亲王会杀你，你的口供已经记录在案，这对处理简亲王一案十分重要。明日朕会在太和殿召开议政会议，要当场定简亲王的罪，你愿意到殿作证吗？皇上，罪人愿意。好，本来你和你哥哥都是死罪，但朕念你们二人有戴罪立功的表现，朕免你们一死，会尽量从轻发落。罪人叩谢皇上天恩。好了，朕是时候该去看望那位了不起的皇贵妃了。皇上也该来了。太后娘娘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哀家也去看看，看看这个灵珠是何心肠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慢着，皇上，恕臣妾无礼，一杯酒下肚，已无力供应皇上了。皇上，臣妾最多还有半个时辰，有什么话您快说吧。灵珠，你做了太多不可饶恕的坏事，你能有今日是你咎由自取。可是朕不明白，你竟有杀朕之心。你是朕爱的女人。皇上，臣妾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。
臣妾是为了自保性命，也是为了保住简亲王，能够让他的宏大抱负得以实现。皇上，臣妾这么做是你逼的。谁？是你，你逼的。你说是朕逼的你？你害果真，害索尔纳，害小婉，这都是朕逼的。嫉妒，他要杀洪承畴，还有鳌拜，他还要杀朕，这也是朕逼的吗？你这个愚蠢的女人，朕告诉你，你们这么做都是因为你跟嫉妒的野心，以为你们的狂妄才会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不错，臣妾是有野心，我灵珠天生丽质，出身高贵，后宫的女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，皇后的位子应该属于我，也只能属于我。都是这个女人，这个皇上最爱的汉人女子。是皇上和皇额娘决定不再立我为后，就连我这个皇贵妃位也是那一日说没就没了。皇上，灵珠的恨，灵珠的罪，皆因董小宛而起。董小宛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如今我灵珠败了，那就一杯毒酒穿肠过吧。你错了。就算没有董小宛，你也一定会害所有挡你道的人。朕说的没错吧？臣妾这杯毒酒是臣妾亲自调制，自己喝下的。如今神仙也救不了我。当然，皇上，你也一定不会救我。这个结局正合圣意。好，既然你至今仍无悔改之意，朕不救你。灵珠，朕成全你。太后娘娘驾到。他怎么了？回皇额娘，灵珠已自饮毒酒。臣妾还有一句话要说，臣妾在最后时刻能够看见皇额娘，看见臣妾一生最敬仰、最想效仿的皇额娘，臣妾知足了。灵珠，哀家就同你说几句话，让你走得更明白。你说你最敬仰哀家，想成为哀家这样的人。你错了，你和哀家不一样。
万岁爷有旨，带简亲王入殿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基督，收集你的罪证一事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朕认为可以结案了。朕现在问你，对你企图行刺朕的指控，你认罪吗？皇上，臣不认罪，臣绝不会承认这个奸人强加给臣的莫须有的害人罪名。可朕认为你就是有罪，难道你认为给你强加罪名的奸人是朕吗？皇上，简亲王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所说的奸人是指告发他的那个纳月。郑王爷，您坐下，朕明白他的意思。啊，嫉妒刚才只是有一些用词过度，以至于有一点语意不清，朕能理解。嫉妒啊，朕认为你不是男人，敢做不敢当，如今你犯的谋逆大罪铁证如山，你还敢在这里嘴硬死不认罪。现在朕对你和议政会议说，如果在今天的审讯结束之后，如有议政大臣不认可这些证据，或者说不认为简亲王有罪，朕便立即宣判简亲王无罪。朕这样做，议政会议诸位大臣可有异议？皇上圣明，微臣没有异议。老臣在此多谢皇上。好了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，传证人纳月入殿。这万岁爷有旨，带纳月入殿。罪臣纳月叩见皇上。纳月，抬起头来，将供词一一道来。回皇上话，罪臣训练武士是奉了简亲王的命令刺杀洪大人和敖大人。简亲王说洪大人和敖大人是皇上身边的奸臣，是朝廷的祸害，杀了洪大人和敖大人是对皇上尽忠。罪臣是上了简亲王的当。皇上，各位大人，罪臣所述句句属实。好，把纳月带下去。走。各位议政大臣，显然刚才纳月一人的证词不能让各位信服，简亲王更是对这个证人嗤之以鼻。不过朕相信我们很快便看不到简亲王这副镇定的表情了。刘光才，传下一个证人拜蒙入殿。万岁爷有旨，带拜蒙入殿。罪臣拜蒙叩见皇上。拜蒙是郑兰琪第一副统，更是简亲王的心腹，朕相信他的话一定会有很强的说服力。鳌拜。臣在。你来问问吧。遵旨。拜蒙，将你所知的简亲王的所有罪行都从实招来。王爷，纳起已经认罪招了，属下不能不招了。快说。简亲王令罪臣在纳月行刺皇上后
杀掉那月，让那月背上弑君的罪名。若行刺不利，罪臣和简亲王将率精兵。杀掉皇上，然后照样杀死那月，将罪名让那月背上。白蒙，本将军再问你件事。郑兰旗卖官一事，受何人指使？目的何在？是简亲王密令罪臣和那月所为，目的是为了聚财。简亲王说，要行大事，需要大量的钱财。罪臣和那月训练的3000兵马，费资巨大。皇上，拜盟所供事实和那月所供事实完全一致，足证简亲王有罪。怎么样，各位爱卿，有人对拜盟的供词有疑问吗？好，将拜盟带下去吧。看来简亲王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镇定了。朕知道各位大人定想知道一个最重要的证词，就是那岐的。不过朕在传他入殿之前，想先传另一个证人入殿，此人就是朕的贤妃。贤妃虽是后宫之人，但贤妃知道的事情有很多都与简亲王有关，朕认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。传贤妃。万岁爷有旨，带贤妃进殿。罪人见过皇上。贤妃，从实招来。皇上，罪人确实跟灵珠一起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虽然与灵珠谋害过德妃和三阿哥，那岐当初逃出宫去也是罪人报的喜啊。皇上，这灵珠还让罪人带4个字给那岐，说是什么不服真忠，让他告诉嫉妒。罪人后来才知道，这4字的意思原来竟然是让嫉妒兴兵谋反自杀。皇上，天呀。好了，朕知道了，把贤妃先带下去吧。皇上饶命啊。带下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贤妃的证词颇为重要，臣等不知道，简亲王竟与后宫皇贵妃有密切的联系，共谋犯罪。皇贵妃已经服毒自尽，且死前还要用计害贤妃和那岐，真是惊心动魄。这后宫的风浪不比前庭小啊。嫉妒，你这个逆子，你为何要骗阿玛？你为何要犯下滔天的谋逆大罪？阿玛一次再一次都问过你，你信誓旦旦，保证绝对没有犯罪之事。绝对没有犯罪之事，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呀！我们全家都被你害了。郑王爷，您年事已高，千万别激动啊，坐下说。
各位是不是想听到简亲王的女人拉齐的证词？刘光才，奴才在。皇上，臣认罪。臣甘受一死，罪臣请求皇上不必叫纳齐进来作证了。嫉妒认罪了，各位大人还要听听纳齐的证词吗？皇上，臣以为纳齐不必作证了。纳齐和贤妃的招供，臣和敖大人、鄂大人都已亲耳听见。现在简亲王犯下的谋逆大罪是铁证如山，无可狡辩，他自己也认罪了，甘愿一死。皇上，臣以为此案可以结了。好，既然各位大臣都没有反对的声音，那朕认为就先将嫉妒关入刑部大牢吧。刘光才，这英统领将侵犯嫉妒押入刑部大牢，带下去。这这，皇上，罪臣对天发誓，罪臣所犯所有的罪行与罪臣阿玛毫无干系，罪臣阿玛毫不知情啊，皇上。这个朕相信，你放心，朕不会将你的罪算在你阿玛头上的。罪臣谢皇上。阿玛，儿子对不起您，您多保重，儿子走了。今日审讯结束，各位议政大臣没有一点疑问，朕甚为高兴。接下来就要同各位议政大臣议议，该如何定简亲王的罪。皇上，以大清律法，简亲王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死罪，应判斩立决。皇上，臣附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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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简亲王确实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呀，臣附议。知道了。郑王，只有您一个人没说话，是不是觉得朕不应该判嫉妒有罪？皇上，嫉妒死罪，老臣毫无异议。身为嫉妒的阿玛，臣也有罪。皇上不怪罪老臣，老臣感激不尽。老臣愿意负罪请辞所有官职，请辞议政大臣一职，告老还乡。
还请皇上恩准。洪大人好。起来吧，谢皇上。镇王爷，您乃大清的三朝元老，对大清有着重大的贡献。您只是教子无方，但愿可惜呀，老天不长眼，又让你这个汉人赢了这一局。季多，不是我洪承畴赢了，是你自取灭亡。当今皇上乃是真龙天子，上天佑我大清，佑我皇上，是上天要灭你季度啊！带走。季度一案，鳌拜立了大功，朕决定任命鳌拜为首席议政大臣，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？皇上圣明。皇上，臣誓死效忠皇上，效忠大清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鳌拜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诸位爱卿都坐吧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朕还想把一件事情定下来。议政大臣人数最多不能多于九名，最少不能少于八名。但如今议政会议只有七名大臣，还少一名。朕想立即将这空位补上。朕提议让洪承畴重新补位议政会议。皇上圣明，臣完全赞同皇上的想法。简亲王一案已充分说明，洪大人对皇上、对大清
是无限的忠诚，他对大清所做的贡献，在座诸位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说得好，既然诸位爱卿都没有表示异议，那朕便宣洪承畴进殿了。见皇上，洪大人请起。谢皇上。欢迎洪大人重归议政会议，坐。谢皇上。八位议政大臣今日都在，那朕就宣读对简亲王嫉妒处置的口谕了。查，原议政大臣简亲王嫉妒，屡犯罪行，最后竟至企图行刺大清皇帝，其罪当判斩立决。但朕念嫉妒一家对大清卓有贡献，尤其其父正亲王济尔哈朗为大清三朝元老，功勋赫赫，因此朕决定剥夺嫉妒一切尊荣，将其关入死牢，永不赦免。钦此。嫉妒顺利定罪，洪师傅也回到了议政会议。鳌拜被立为首席议政大臣，往后啊，议政会议再也不会与朕作对了。皇上可真是仁慈啊，以嫉妒的罪行应当斩立决，可皇上却饶他一命。嫉妒现在肯定希望朕立刻杀了他，但朕之所以没有立刻下旨斩他的人头，是因为朕还是看在嫉妒一家对我大清有贡献。皇上，皇上放了嫉妒一马，我想皇上此举一定会更得人心。这嫉妒啊，毕竟曾是议政大臣，和其他几位议政大臣有同僚之情。皇上这样做，我想其余那些议政大臣们一定会非常感动的。娘娘看得可真准，那帮议政大臣真是非常感动，正亲王当场痛哭流涕呢。对了，皇上想如何处置贤妃还有那月那齐呢？这个朕也想过了，他们三个人犯的都是死罪，但是又都有重大立功的表现，如果没有他们三个人，朕就无法定嫉妒和灵珠的罪，因此朕决定对他们从轻发落。这个贤妃就废除他的妃位，关在后宫囚禁五年，那月那齐也都关监五年吧。这那齐那月还要关监这么久啊？皇上，小婉曾经答应过那齐，倘若他能帮助我们揭发嫉妒的罪行，小婉便会向皇上求情，放他们兄妹一马，让他们兄妹可以远走高飞。小婉，五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轻的惩处了。娘娘，如果让那月那齐不受惩处远走高飞的话，那刑部那边肯定会有不平的，而且朝廷百官也会有议论的。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也知道倘若将那月和那齐兄妹无罪释放，也的确是极为不妥，只是想到那齐那么深爱一个男人，可那个男人却要杀他，他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，小婉心里实在是不落忍呢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
朕有话要跟德妃说。这是。小婉，朕说句心里话，那齐那月兄妹要被关上5年，朕心里也有所不忍。可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。 是必须要受到惩处的。那皇上能不能少关他们兄妹几年呢？这倒可以，朕可以给刑部一个旨意。其实也别关那么久了，最多3个月，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了。3个月，那其兄妹就可以无罪释放？皇上这是何意啊？ 因为在3个月之内，朕就要大赦天下。小婉知道，这大赦天下一定要是皇上或者朝廷中有什么重大抉择，或者是喜事才可以啊。没错，比如朕登基，或是圣寿的大树纪念日，比如皇太后的大树寿辰，就可以大赦天下，显示皇恩浩荡。 可是，据小婉所知，3个月之内，皇上所说的大事喜事，是一件都没有啊。<笑>会有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朕让英格尔和寇寇出去，是因为大赦天下这种事是不能预先昭告过人的，因此你也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寇寇，明白吗？皇上放心吧，这个秘密啊。 小婉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小婉想，那齐兄妹可以获得自由，真是太好了。小婉真心为他们兄妹高兴。到时候，贤妃也可以开始，灵珠的侍女珠儿也可以开始。皇上，小婉真没想到，最近会发生那么多事。 小婉心里真难受极了。你说宫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事呢？小婉真不适应待在宫里。董小婉，你如今还同皇公子说？ 帝都一案，皇帝处理得甚为妥当，额娘非常高兴。儿子自己也甚为高兴。现在议政会议里的恶人终于铲除了，首席议政换成了鳌拜，洪师傅也回来了。皇娘，儿子想跟您说句实话。儿子本想借这个机会彻底废除议政会议，但后来儿子又细想，如果真的这么做，那朝廷必然又会掀起更大的风浪。 所以儿子考虑再三，便没有同皇额娘商议此事。皇帝思虑周全，如果皇帝真的提出来，额娘也不敢同意。议政会议能忠实执行皇帝的旨意，皇帝要想稳住局面，暂时不动为好。儿子明白。皇额娘，如今皇贵妃的位子空出来，儿子有个想法。 想与皇额娘商量，皇帝不会是想立德妃为皇贵妃吧？是，儿子就是这么想的。儿子不仅想立德妃为皇贵妃，还要大赦天下。皇帝
真的想立德妃为皇贵妃，还要借这件事大赦天下，皇帝做这样大的决定可要三思啊。皇娘，儿子亲政多年，还没有过一次大赦之举，如今四海安定，朝廷最险恶的风浪也已过去，所以儿子觉得现在是显示皇恩、求取民心的最好时机。皇帝要大赦天下，额娘非常高兴。漫漫红尘中，遇见你，于是相信生命有奇迹。陪着你呼吸，靠着你，唯愿世间停息。爱恨情仇间，同几许，有些伤害不是